北京时间8月25日，雅加达亚运会将进入亚运会第七个比赛日，田径项目也将拉开序幕。中国队将向多个项目的冠军发起冲击，诸多精彩赛事。25日上午11点，中国男排将迎战斯里兰卡，迎来关键之战。中国男排在今天上午11点将迎来第三场战斗，对阵斯里兰卡，是一场关乎出线的生死之战。斯里兰卡在之前战胜了男排第一次输于的越南队，所以这次的对阵一定要准备充足，不可掉以轻心。25日下午17:30，中国女排迎战哈萨克斯坦，将要冲击小组第一，相当于男排女排无疑要形势就相对的乐观很多，前几场都赢得很漂亮，前一场更是3-0大胜韩国。但是女排丝毫没有一点掉以轻心，非常的谨慎，全力以赴迎战哈萨克斯坦，冲击小组第一。25日下午19点，百米飞人将进行首秀，田径项目在今日无疑是一大看点。上午其实有马拉松决赛，中国选手董国建、多布杰有望夺得冠军。下午19:00将进行男子和女子100米预赛，中国飞人苏炳添将携手女飞人文咏丽进行预选赛，看点十足，令人期待。25日下午20:30，女足四分之一决赛，中国、泰国迎来生死之战。中国队女足是亚洲的强队，实力非常强劲，实力上占据着优势，但是泰国队的实力也是不容小看的，男足已经出现被八强的大门挡住，而女足踢进了八强，今日将对阵泰国冲击四强，对于他们来说应该也是水到渠成的事，不过还是希望他们全力以赴加油。